大家好，我 AV 啦，我今仔日伫六国，今仔日伫六国，六国，六国。地方咧，似唔似嗰啲拍武侠片嘅地方？其实咧，呢度就系南投嘅六谷，而我而家喺嘅呢一个充满住孟中竹林嘅地方咧，就系佢哋嘅长垣镇生态步道，即系一个可以俾大家行下山嘅地方啦。咁今日嚟呢度咧，就系嚟佢哋嘅游客中心揾佢哋嘅导览员咧，认识一下南投呢一个地方嘅生态，因为毕竟呢啲地方嚟讲咧，对香港都系比较少见到，所以今日咧就带大家嚟深度游啦，我哋行啦。它就是散着，你看它是一根一根的散开来的。嗯、在竹林里面呢、啊，它的阳气释放的很多，所以多走竹林对身体很健康。好靚啊！呢度真係想講咧，佢哋話呢一度因為咧啲竹咧會產生好多氧氣，所以其實咧都幾多人會嚟呢一度打坐啊、冥想啊或者做瑜伽嘅。但係當然啦，你可以喺呢一度呢啲空間喺度做呢一啲活動嘅時候咧，要先問下呢度竹林嘅業主先。所以咧呢度咧會係一個你想靜下落嚟一個享受或者沉思沉澱下嘅一個非常之好嘅地方。呢一度嘅竹咧就系属于台湾嘅孟中竹。啱啱咧就听个导览员介绍俾我知咧，最好最靓嘅竹咧就系位于四至六岁啦。好似我而家隔篱呢一支竹咁样咧，其实佢仲系属于呢个 B B 竹嚟嘅。点解咧？因为佢仲包住个竹笋出面竹笋嗰啲笋嘅叶。我系到而家先知道咧，原来咧如果佢唔掹起上嚟，唔摘起佢嘅话咧，佢系会变咗。呢啲一枝枝竹嘅喎，最主要咧點樣分辨佢係幾多歲嘅竹咧，就係睇佢嘅顏色。譬如話呢一枝竹咧，係摸落去都係有少少毛神神咧，其實咧佢仲係屬於年輕啲嘅竹。佢話黃咗啊，已經灰灰地、黃黃地嘅竹咧，就係代表佢已經夠老，可以鋸落嚟，可以開始整家私啊，會嚟搭鷹架啊等等。真係第一次深入呢一個竹嘅生態環境入邊。在我面前的呢，其實就是在這個竹林人家燒剩的竹炭，但所謂的竹炭呢，就是跟我們平時市面上買到一種清潔用啊用品上面用的竹炭是不一樣的。這一種呢只不過是他們將這裡這一區比較老了或者不用的孟中竹呢燒了成為這些灰。這些竹炭呢其實還有一個功用的，就是呢在我後面的這裡超得意。這些便當盒呢為什麼會放在這裡呢？就是將這些便當翻熱。其實早期在这里开垦或者耕作这些竹林的农民呢，他们不是真的长期都住在山上面的嘛，他们有些可能会在山下面带一些便当上来工作，为了他们可以将他们早上带来的便当然后晏昼吃的时候还热呢，就是用这些烧剩的灰烬呢就用来助热他们的便当。所以这个是以前在这里农民的一些智慧，一些小技巧，非常有功用，在这里才会有的，非常特别。朋友看到我手上这一只，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向导有跟我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大家都会知道的一道那个菜的名字，就是竹笋炒肉丝。就是如果你不乖的时候，你妈妈就会拿这个，你有听到那个声音？那有点像我们香港也有一个类似的东西叫藤条焖猪肉。那现在呢，我在走的这条楼梯呢，就是从刚刚那个长垣郡步道一直往上面走呢，就是那个林爽文之前在这边打最后的战役的那一个古战场。其实现在我们整个山坡呢，就是以前的古战场。事关呢，以前历史入面有个人物呢，在清朝的时候呢，在这里打过仗，所以就会叫做古战场啦。但是我今天学到最多的还是这个竹笋炒肉丝。我
而家喺嘅地方咧，就系鹿谷嘅大伦山，身边嘅咧全部都系茶园。鹿谷嘅茶叶咧系全台湾系非常之出名嘅，尤其系呢个洞顶乌龙茶。视乎嗰个气候同埋时间咧，不时咧系会见到云海添噶，所以呢一个地方会系我可能之后会成日嚟呢度观赏景色嘅一个好嘅地方。大家可以睇下我后面呢个景色咧，听讲可以睇到五个台湾嘅县市啦，包括有嘉义啦、云林、彰化、台中同埋南投。其实我而家体验紧嘅咧就系呢度嘅云海茶席，只不过系今日咁啱咧就冇云海，不过喺呢一个户外嘅地方咧泡下茶咧，其实都系几惬意嘅。中意饮茶嘅人咧，其实可以去台湾呢啲咁嘅地方啦，呢一个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体验。初体验，干杯！诶，喝茶可以干杯吗？没有干杯。哦，不好意思，请喝茶，请喝茶。嗯，先壶盖行李。好，我注水。好，我好紧张。好，就给它盖起来。我要体验下这个自己泡茶，那你们就是我的客人。其实我们在茶席上很少在，就是冲泡完之后我们才有做对话，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在等茶叶释放。真正的茶道上其实这一趴是不用讲话。对对对，不好意思大家。很好，非常好。不可以摇，不可以上下抖。对不起，对不起，我把它卡掉。你是尽量 OK， 这样就可以了。七分满，12点钟，12点。你转到12的时候还要再转到3。你现在刚刚是这样子对，刚刚是这样子分茶汤。是，好，分了茶汤之后呢，现在是3对不对？3，再转到6，再转到9，回家。OK， 回家了。对，就这样子。好，就分杯，分杯。你要奉茶了，把那个杯放到你的面前。对，哦，请喝茶，请喝茶。把最后一杯就留给自己，请用茶，请喝茶。要直接把它干完，这样子是吗？分三次，慢慢喝。完成吗？这样就好了，太厉害了。我哋而家饮完茶咧，就有一个可以 DIY 嘅，我哋其中一个嘅行程，然后要姐姐教我哋点样做。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柿子袋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这里是茶乡，那我们会到朋友家喝茶，或是去参加一些茶室的活动，所以我们为了环保，所以我们自己将自己的品杯放到这个保护袋里面做保护，然后也是环保，而且又卫生。那柿子包呢，我们是用柿子的形状，那用它的意义来象征事事如意。好，像我们鹿谷乡非常多的茶会的活动，是春冬茶展的时候啊，你都可以到我们的鹿谷乡农会那里去做品名，那你就可以带着你这个那去那里喝茶。我这样会很突兀吗？还是其实那边每个人都这样？都这样啊，都这样。所以这是鹿谷的文化，是啊，因为我们茶乡嘛。好，去泡茶吧。不过这个行程还不错，可以让大家认识到这边茶的文化，跟多一点认知。咁而家時間其實差唔多，我哋行程咧都進行到日落啦。咁所以咧就帶大家去睇下我今日住嘅民宿先，好特別，非常之值得拍，想介紹俾大家，因為我覺得呢個地方真係好似日本。會唔會太有 feel 啊？呢一度？我好喜歡台灣，其實台灣有很多地方的民宿都好像日本一樣，只不過是它真的比較隱蔽，大家沒辦法去發現。哇，要準備多一點衣服，因為這裡畢竟現在冬天是日夜溫差非常大，這裡真的很適合拍戲。現在輪到我給大家看看我的房間是怎樣。因為鹿谷鄉是一個
生產竹去出名地方，所以呢一間房咧有非常之多竹嘅元素。大家睇下我後面呢、這、一個。呢、這、一個廁所咧，我一直都覺得好靚，一定要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咧，其實我覺得台灣係呢一種深山起嘅民宿咧，真係非常之別有用心，因為其實你唔會 expect 到你山入邊仲可以住到咁靚咁完善設施嘅房。實木嘅呢個水漂，我後面咧仲有一道門，佢仲有一個室外嘅浸浴嘅地方。這個、就是今晚住的地方，現在就下去吃這個民宿包的晚餐，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DIY 竹的一個活動，還有一個夜間導覽，這一天就會完。這竹筒是這個夢中竹，就是那個英姐沒在做，但是他就做一些竹藝品啦，都可以用。他這頭家給他用便宜一點，我們穿一個鎖冠呢，只要两个哈，为这个切开，等下要下电电下到就给落进去吼，不砍的吼。没有戴手套呢？没有戴手套没有关系，都可以。半开就开的，要不开的，过来。我呢？哎，快了快了快开了 ，OK 了。有吧？安尼有吧？好 ，OK 了，按个拿起来哈，这条撑过哈，把时间，跟侬这样对，太厉害了。擦啦！但是不用再绑绳子了。那就沙子哈，好，不要你给刷一刷，那就刷一刷，你就戴手套了，不然你一下就擦掉。我喜欢这样子，原汁原味，竹灯笼，谢谢，多谢啊，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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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多谢。啊，当然变黄了，它这个寒冷的时候会变黄色的，也一直护的对生另外哈。到時在哎，伊嘅香吼，我哋而家喺度夜遊緊，我住我哋啱啱做嗰個燈籠。我係候去日本學堂，但係呢個導遊一直都喺度講台語。我順啊！我翻去都唔知點樣加字幕好，大家加減睇下。松咧吼，羅漢松啦，五葉松、兩葉松、羅漢松、兩葉松、五葉松、鵝松，我啲松嘅物件吼，迄人人咧賣盆栽一盆二十哎五十塊一百塊，你又賣一盆燈正到恁厝吼，正到恁厝吼。人会问到讲，人问讲，恁家有正常有中风吗？那有正常吗？就是这样子哦，那一样哦。那你啊，你开口就开一百块哦。那问讲，哎，恁家有正常？咁啱啱咧，我哋就食咗一餐非常之豐富嘅晚餐啦，有四餸一湯一飯咁樣嘅，全部都係呢一度嘅特色小食，所以我覺得非常之特別。我想講關於啱啱嗰個夜間導覽咧，其實我本身係諗住將成程拍落去呢個 vlog 入邊嘅。導覽到一半咧，我發現呢一個行程係真係屬於嗰一種需要你親身嚟體驗嘅一個地方。如果真係對呢一邊生態同埋文化有興趣嘅人咧，就可以自己嚟呢度體驗下。因為啱啱我想講，我遇到嗰個導遊咧，咁啱係一個講嘢好搞笑、生動，而且係內容我全部都有興趣嘅一個導遊啦，所以非常之好彩。當然你唔會每一次嚟都遇到同一個導遊嘅，但係咁啱咧夜晚呢個導遊咧就係非常之合我嘅口味，可以話係今日嚟講最開心嘅一個行程。咁聽日見啦，我哋而家要休息，聽日咧就可以多啲力氣去採茶同埋去挖筍嗰頭。早晨啊，大家咁喺呢个拼图完呢个民宿起咗身之后咧，而家咧就要去做一个挖冬笋嘅体验。佢哋话咧，如果啲泥土表面咧有少少隆起啦，同埋咧你见到一啲裂痕咧，或者个竹嗰啲叶咧生得比较茂密咧，就系、是、代表极大可能系有笋喺入边。但系我而家都仲未揾到，我而家揾到一个咧类似隆起，唔知道会唔会有？我觉得似咯。这个应该没有。这个不好找哈，不是不好找了，是有内行跟没有内行。那里就一个错，这个东西。有吗？有没有看到笋子？没有没有没有断，大力一点。好。好，起来了。哦，我把它弄爆了。对，起来了。哇，它下面应该很肥哦。没有没有，这样而已。这样而已。对，谢谢。我嘅第一嚿冬笋，俾大家睇。呢啲咧系其他啱啱嗰啲团友挖嗰啲，咁大粒，但系我净系挖到咁细粒。我有少少明点样搵啊，但系好似都系撞彩。我决定认真挖而家。来，这个，你看这个，这边的有裂开。来，
来挖。有没有看到？哇！这个咧就是啱啱唔小心挖到的 BB 笋，这个咧就是啱啱我找到一个超大的冬笋。我本身见到佢个头咧得嗰一丁丁，我就心谂唔应该好细棵，点知成嚿掹出嚟边，超粗枝大个。今日翻去可以饮笋汤。其实体验完之后，我真的发现几辛苦噶，所以咧要敬佩呢个各行各业的农民。呢啲咧就是我今日的战利品啦，都算是几大的收获。咁而家采完呢个竹笋之后咧，就要去下一个地方。咁而家咧就嚟到又系六谷嘅一个庙入边咧，呢个神明咧一直都保佑住呢度成条村、成个山嘅平安啊，成咁样。咁今日咧就要睇下要求啲咩嘢，佢有分求平安啊、求幸福、求健康同埋求財富，每一樣你想求嘅咧，都係代表一種茶。咁你呢個茶咧，就係我嚟沖嚟飲嘅，我覺得好特別。咁我嚟呢度咧揀嘅咧就係健康。嚟到呢個廟入邊咧，同呢個神明祈求完之後咧，就可以開始做呢個沖泡嘅動作。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采茶？第一个比较亮，第二个就是防蚊。因为我们的茶园，譬如说都在那个山上嘛，啊，在山上的时候，你要越明显。你譬如说，我说我要喝水，我们就要去拿水去给你喝。对，茶主人就要拿水去给你喝。所以一定要跟他对比色。一日采茶姑娘，而家咧我就喺度体验做呢一个台湾嘅采茶姑娘。呢个咧就系台湾嘅竹篓，就系我嚟摆茶叶，即系你见到人哋譬如话。掹完之後就會開始抌入去，抌到成籃都係茶葉咁樣。譬如話一個框兩塊葉咁樣，就唔好逐塊逐塊葉咁樣掹咯。佢哋話，因為茶葉就係咁樣這樣子。走吧，去採茶。但是我想说呢，其实现在呢并不是采茶最佳的季节。其实现在大概12月至3月这段期间呢，是这个茶叶的休眠期。其实最好的采茶时间呢，就是3月至11月这段时间呢，他们的茶叶会是最漂亮的。所以呢今次采茶呢是示范给大家看采茶究竟是怎样的体验，就是这样。所以刚刚我已经采完茶，然后也把这个拿去祈福了，现在就是要来品茶的时间了。好啦，而家每一种茶咧都已经冲好咗，就跟住攞我寻日学识呢个 DIY 瓷袋，有我自己只杯喺度，试下呢几款茶啦。咁我要先估下边一壶系边一款茶先。这个很浓哦，这是蜜香，这是你。OK， 那以我这几天的认识，这个那么深颜色应该是有炭焙过乌龙茶，应该是这边最浓发酵最久的吧。好，我猜应该是这样子。这个应该是花香的奶香嘛，就它吧，因为它有点奶的味道，我也不知道是。其实你都答对了，真的真的，它奶香茶它本身的味道会比较淡，但是它会有淡淡的一点点的奶香，不是真的是像牛奶那么浓郁。嗯。再来就是幸福茶，就是花香嘛，它是属于在比较高海拔的一个茶区。它真的很香。好，那高海拔的茶区，它本身它带的花香，它就是非常的雅致。那刚刚这个就是会有蜜香嘛，所以一闻就知道有一点点蜂蜜的味道。对，那就是我们说的小绿叶茶去咬食过的一个茶品。那最后一个，当然你最清楚的就是好像不懂的人都说啊，它是像烤肉有没有？对，那木炭的味道，所以它颜色就会特别的深。嗯，对对，都好喝，都好喝，越来越好喝。哎，越来越好喝，越来越贵啊！是的，越来越贵，越来越贵。好，好，对，这种茶很浓，比较老一辈的人会喜欢。对，很多人就是老人茶，其实它就是很多人是把这样子连结，它是陪伙的茶，所以很多人喝到说老人茶。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体验过程当中，让客人去了解，至少有四样茶是他们懂的，这样子。至少我现在用闻的、用看的就分辨得出来。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欢迎，太棒了，真的很棒的体验。
这两天一夜下来呢，就是体验过各种兔谷竹林啊、古战场啊、步道、挖冬笋、采茶叶，到现在品茶，就是一个超棒的体验。虽然说这种活动可能比较像是老一辈的人会在做事，但是我想跟大家说，我自己这个年纪，我觉得这对我来说非常新鲜，非常好玩，所以希望你们喜欢。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一定要来鹿谷，就是感受看看，走一趟我这次的行程会很棒，你会很喜欢。对，那我们下次见，拜拜。中意呢条片嘅人可以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爱你哦。